哦，不要不要爸爸，不要爸爸，不要爸爸，有孩子和妈妈。就像我是爸爸了。他的想象，他有七个孩子的，七个孩子的爸爸。一二三，来家族，就来家族。接上集，本集依旧是住在东京的九口之家的故事。那我就睡在这儿，可以吗？可以啊，无所谓，能睡就行了，就这儿是吧？因为子斋一家起床的时间太早，为了方便拍摄，亮叔决定借老三的房间暂住一晚。学习吗？嗯，学习，看课。哦，看什么书啊？看这个诗。啊，这个。你喜欢学习啊？嗯，因为今天考试，在家学习。啊，今天考试。おはよう。止まったんだよ。何時に起きたの？5時36分起きたの。早い。还没到七点，自宅已经做好了一家人的早饭。爸爸，你的鸡蛋都卡。那个是上午考试。嗯。我要洗，快睡着了，我的香。不过你。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学习啊？好玩。好玩是吧？他每天主动的学习吗？妈妈不叫我学习。哦。逼着适得其反。对。逼着他，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不得不做，我非得做不可。嗯。人就有那种，我可能想干，但是你非得要我去干这件事情，不想干。不想干。嗯，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你去哪儿？去公园。公园。嗯。不是要考试吗？要玩一下。妹妹呢？那你也去玩。嗯，快去玩。其实今天是星期六，原来老三口中的考试只是补习班的日程。他不是要考试吗？考试完了，大考大玩。先玩。我反正从来不跟他赌气，不跟他玩。孩子们都很懂事，学习也不用操心，这令我异常羡慕。但这样的子斋却有个非常大的烦恼。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どこ行ったのかなと思ったらここか。ウサギがいる。広いねこの部屋。二人、一人。一人。いいの。いや、どうぞ話してください。別にいいよ。若者同士で話してしたい。大学入ったら何サークル入るか。まあもう2年後でしょ。超受験したくないから推薦みたいな。いやすごい、推薦の期末テストの成績いいってことでしょ。まあ学年1。学年1位。うわ、みんな勉強好きなんだね、この一家は。你的儿子好聪明啊。他之前说了一句话，不要跟孩子说加油。你跟孩子说加油的时候，好像是在说他
不够加油，你要说 ON 思路，表示他已经很努力了，然后你是一直在支持他。哎，这挺好的，我经常跟儿子说加油加油，你好好加油。说加油的意思就是你不够加油。这个相当好。在孩子的教育上游刃有余的子斋，他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回来了，どこで漫画描いてるの？いつも。あ、作業部屋こっちなんだ。あ、これ。あ、好多漫画。寄生獣ってめっちゃ懐かしいけど、寄生獣って俺の時代だぞ、これ。そう。完全に。六岁时跟着父母来到日本的老大，目标是成为一名漫画家。なんで漫画家になろうと思った？辛い時にやっぱ励ましてくれるものが僕にとっては漫画だったんです。友達とかはあんまり言葉が通じなかった。ああ、まだ中国語しか喋れなかったのか、当初は。そうです。だったり日本の文化とか空気を読むとか、わかんない。はいはいはい。クラスとか浮いたりしてた。うん。日本人同士のコミュニティがですね、できて、そこに異物が入る。うん、そうなんだよ。ちょっと辛いです。その時にやっぱ、それをいろんなことを、まあ日本のことについてもそうですし、うん、まあ生き方についても教えてくれたのが漫画だった。ああ。同样在中国出生的老二，也有这样的遭遇吗？俺中国語喋るなんて。あ、言ってないの？いや、言ってないです。言ってないの？中国人って言ってるの？いや、それも言ってない。まあそんなこと聞かないよ。そうそう。何人の？普通聞かないよ。確かに。言わない。那么，在日本出生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是怎么想的呢？喜欢中国吗？哎，你这个不对。中国很好，叔叔是日本人，日本人ですよ。日本人だけど中国大好き。まず好吃中国菜。还有科技。デブント大好き。ネットが進む、ネット日本より進む。デブント大好き。是的呀。你只知道田舎，如果去上海、北京的话，比东京还发达。是吧？太惊讶了。所以他只去过农村是吧？是不是？是吧？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を掲げる彼らが来た。これ本当のバス。本当のバス。本当のバス。ここに。中国に。全部自動。やばい。すげえ。すごいでしょ？那你听到这种说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那当然，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日本社会比较排挤嘛，不仅是中国，就是日本人对外国人比较排挤，所以就是从小时候一直觉得就是自卑啊什么的。这个我都没有办法去深入了解，嗯，但是我觉得我老大应该是，就是应该是有过被遗弃的感觉，应该是吧。老二也刚才说了，对呀，他们同学不知道他是中国人。是吗？他只是不想说，他说我不想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日本人是一定要一样，跟别人一样，才能够可以被认可。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话会。他说我女儿就说，我女儿就说，他说他们班有同学是中国人，然后他说大家都不跟他玩。是吗？所以他也不会跟同学说。对，他说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嗯。对，为什么这样呢？对，我也是很郁闷，他为什么？亮叔跑去了卡塔尔看世界杯，于是他又把拍摄的任务丢给了老板的我。迷路了，欢迎欢迎。Hello， 哎呀，贵客贵客，你好，你好，Hello 啦。要咳嗽啊。你好，你在忙？客人来了就忙一下。哦，不好意思。然后我给那个妈妈戴了个帽子。これなんだと思います？日本人でも読めないかな？わかんない。竹内涼。なんだ。你戴也好看。哦，可爱。ね、可爱。好。
你老公去哪里了？他买菜呀、啊、什么？他一个人去买菜了？全部他自己弄了今天。哦，是吗？我可以去吗？可以啊，你骑我们家车都可以。哦，可以啊。在那对爸爸那个去找爸爸。平时几乎不做家务的老陈，今天竟然破天荒的出门买菜了。哎，天子那一点狗，哎哎，面当，すごいね。背ちっちゃいのに。あ、本当だ。すごいね。啊 ，Hello， 哇，你买了好多东西。嗯，我在前面再买那个头马桶，我们就回去了。哦，好呀，好呀。肉已经买完了。嗯嗯嗯。哎，牛肉蛋鱼。哦，牛肉蛋鱼。哦，不对，这个地方挺好。哦，是吧？这西瓜。那个很大一个的，对，超市三千，这边也就是1980，就老大老大了，是吧？真的好便宜，我们家人多，基本上都一箱一箱的买。对啊，那在这买很划算。嗯，是。同一时间，家里。哇，搞好了。啊，搞好了，给你拿。你用那个保鲜膜给包起来吗？好。嗯。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鸡皮还有了吗？鸡皮还有、嗯、大家忙得热火朝天时，再次出门采购的老陈终于回来了。嗯，但是感兴趣，没见过这个东西。回来了，呵呵，嗨，哥哥、嗯、你去哪里了呀？去图书馆。一直在学习啊。我回来了，嗨你嗯，买这个了，这个玩具。你爸买的。这么好的肉。嗯。嗨，干杯！干杯！拜拜！干杯！干杯！拜拜。你不喝酒哦，不行，喂奶。我给他买了，就是。他喝奶。白心，白心，嗯，好吃惊呀。哦，贵的肉。啊，包包一个。来来来，嗨嗨嗨，ありがとう。啊，やばい、我这个感冒。ごめんなさい。ありがとう。好吃好吃。ありがとう。哎，キモイ！哎，キモイ！哎，キモイ！日常会話に今自慢ぶっこんでくるやつ。え、しかも英語だ。はい、キショイ。お前の自慢だ。格が違うんだ。普通に話してる。子供たちの会話、親たちがわからないんだ。日本語だし、若い子供たちが使う言葉だから、私ギ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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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だわかる。身为外国人。日语也不熟练的子斋，无法在孩子们面临日本社会的各种问题时及时给予帮助。妈妈，我没听懂。新年快乐！耶！哦，等等。孩子们也为妈妈准备了礼物。Thank you.
孩子们健康成长，相亲相爱。那你觉得 还要不要第八个？今天我朋友说，竹内有没有问你要不要第八个？那我问你，愿不愿意要第三个？第三个不要了吧？我也不要了。真不要，真不要了。你已经很明确了，不要了。非常明确。为什么呢？累啊！已经有两个，已经我们忙不过来了。影响赚钱。不用赚那么多嘛。把你们俩打不打算？是他，对他有打算，有打算，有打算。第八个，但是要是他的性格高，他心情好像到了。我没问题，没问题。就愿不愿意？因为我这个人嘛，考虑事情很简单，没有考虑后果。考虑后果？现在麻烦了。后果可爱呀。他说我，孩子工作20年。那你有同样的经历吗？你也是6岁的时候去中国。当格里嘎啦嘎啦，当格里嘎。嘿，各位观众，我是每天都很激动的费冉，来到了这非常牛的节目，第一次上这次节目，就是上大学上。没事。我觉得日本有好的地方，也有一些智障的行为。我们看都吓一跳，那国内的粉丝看了肯定吓一跳。但现在不接广告，而且给客人免费吃，那你不是免费吃啊？不是全都免费啊？我知道，不是全部，我吃的。我微信的时候来追我追我的朋友，就他们会很害怕，他们就动不动就会把我拉去聊天。就传染给我很多焦虑。